氛就会越不一样。对，张军的进攻，高林的封网，有点勉强。对，高林的后场，印尼队的防守确实还是非常不错。对，啊，漂亮，尼亚队防守也很好，我们看到两个队就打得都不错。那么其实还是对，要用一些落点的变化，对，啊，后场和前场的球长短结合来调动对方。打球要做一些调动。对，这一拍相当多的来回，对，打了三十几个来回，危险。好球，好球，